宝贝们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那我们开始吧。好。你笑起来真好看，像春天的花一样，把所有的烦恼、所有的忧愁，统统都吹散。我叫比胡巴尔，今年11岁，上6年级了。舞台上的妈妈可漂亮了，帅气的老爸也是这么说的。舞台上的妈妈，我太喜欢了。妹妹是个吃货，总是喜欢缠着爸爸妈妈带她去吃好吃的。爸爸的音乐，妹妹的歌声，我和妈妈的舞蹈，我们家是快乐的小组合。